不要那么健康，我们吃一点化工产品，不要再吃水果了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健康？怎么一下凤梨，一下荔枝，一下苹果，一下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没有化工，给我下去买化学冰淇淋，化学冰淇淋，还葡萄嘞？没有，唰唰唰唰唰，你要加？哎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我没听过。年轻人不要那么健康，下去买化工的，去买化学的，买那个香精做的，不要买原型食物好吗？把它弄成化学的啊，拒绝原型食物，吃化工的，吃那个糖精的，吃那个香精的，这个荔枝葡萄类太健康了。 No 下去吃化工的，去自己用牛奶芒果。不是，没有人叫你们自己用芒果。不对，你们要去买那个化工的，要用的是那个芒果香精的，牛奶香料的，香料加到爆，香精加到满，然后再加色素，一堆食用色素，五号、六号、七号，把加满，它调出来那个五颜六色，吃那一种，好吧？罐头水果可以吗？罐头水果勉勉强强，我还是有点失望的成分在，但勉勉强强。甜圈可以吗？那是必须。吃片元素就当然啦、啊，千里、钠钾、卢瑟法、平美、盖斯贝雷，全部尝一遍，好吧？海南雅克仙冬，到底仙跟冬吃起来是什么感觉、啊？怎么会想吃惰性剂？等下太难了啊！仙冬是气体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太难了。等一下啦，我只有文学好哎、欸，太难了。